好适合、欸，跟我的指甲好像哦，还没开幕之前就卖掉的，大缺货，全台都缺货。是什么 logo 的吗？不是，它是头大的。老板娘要不要把口罩拿掉？素颜，我会帮你开美。先看一下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化妆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一台多少钱？直接折300，折三百，这是我们开幕才用，直接折300，一个月为期一个月。糟糕，我这影片会不会剪出来都已经超过一个月？大家想要来就已经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所以你要努力。没有，我就不剪啊，直接整张放上去，然后也不开美机，三个人一起崩溃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台中。昨天我妈去洗车的时候，发生一个惨案，就不知道谁把天窗打开没关好，就洗车直接哇，直接车内进水，所以驾驶座的那个坐垫还是湿的，然后我妈被淋的就是潮湿这样，傻眼，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她身上。开幕庆，来就送。这里已经有客人了，这位客人，哎，东西真的好便宜哦，我要开始买起来了。我想问，来就送什么？来就送这个沐浴球，或者是你说来就送吗？不用买任何东西吗？不用买任何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要一踏进这个门就送。还有那什么睫毛夹？哎，这很好哎，睫毛夹太好了吧？限量的吧？还是没有限量？就是你在我们活动期间来都送。活动期间是到什么时候？就是大概为期一个月吧。只有一个月，只有一个月，快点快点，哎、欸，拿一下拿一下，这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那消费还有没有再送别的东西？有，如果你在消费有消费的话，再送这个尖尾梳，哎、欸，这很好用哎、欸，断刀梳，哎、欸，来就送，他会不会一直就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？一人一次，一天一次好不好？你一天你给我进来一次，我就送你一次。可是那你30天都进来就可以拿到30，没错。到底要几个沐浴球跟几个睫毛夹？就可以拿去卖啊！然后在隔壁摆一台，直接在门口摆一台。那我们的关刀梳跟尖尾梳颜色超多的，哪里哪里？这叫关刀梳，好可爱哦、喔欸！好适合、欸，跟我的指甲好像哦、喔。看一下，紫色、紫色、蓝色、蓝色、橘色、橘色、橘色、粉红色、粉红色、粉红色。哎、欸，在哪？在哪？在这。然后黄色。哇！真的、欸，这里都有哎、欸，超可爱哎、欸！这也超多颜色哎、欸。这也是你的指甲，这也是我的啊！我今天，我昨天才去做指甲，我手好黑哦。我昨天才去做这个指甲，而且我就是随便挑了几个颜色，然后后来发现说，哎，就是我手圈的颜色，是彩虹颜色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荧光。我本来说我要死亡芭比粉，后来发现死亡芭比粉旁边还有这些颜色，就是我的指甲，哎，好适合哦。哎，这很好看哎，我喜欢这个。炫光哦，炫光的，对，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炫光的这个死皮剪哎、欸，这个是剪指甲的，就是剪比较厚，就是脚比较厚的脚趾。可是我都直接用那种死皮，就是也可以，它的头是这样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它的头是。我都用这个来剪死皮，这多少钱？我要买。这个后面有写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哦，有没有蛋嘎厚蛋嘎的指甲剪？给它对焦一下，要对焦吗？小爱不是要买这个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小爱买这个，要不要先那个啊？先拿出来。现在介绍吗？对啊，先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那个还没开幕之前就卖掉的。对，没错，这一台呢是我们非常热销，之前疫情的时候大缺货，全台都缺货。这是什么 logo 的吗？不是，它是剪头发的。老板娘要不要把口罩拿掉？素颜的。我会帮你开美机。Oh, okay, okay. 我们今天就是三个人一起约好，就是不可以化妆啊！来来来，先看一下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化妆哦，都是素颜。但是现在大家看到都是美肌好的样子哦，没在怕的哦，因为化妆也要开美肌，也要开美肌，那就干脆不要化妆。对，龙买围，龙买围，好不好？开长一点就好了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介绍这台电。那你把这个直接拿掉好了，不然会很像你，因为你这个肤色的，你就感觉很像一个蛤蟆。蛤蟆，我像那时候是抽那个打小指针那个好，可以吗？可以放吗？可以放小指针的脸在这吗？换上马赛克，就是硬要上一个，但是马赛克好，那可以。
这个呢就是电剪，它是充电式的电剪，是国际牌的。那我们呢这一台它就是非常热销，在疫情的期间，我刚才有说的，就是大家都没就不敢出门，不敢理头发的时候，然后就会买这个，然后回家自己理头发。可是这女生也可以用吗？也可以用啊。女生要用在哪里？像小爱她是想要就是拿来就是帮妹妹修刘海。啊、哦，这个也可以修刘海，可以啊，刘海不是用剪刀剪一剪就好啊？搭配梳子或者是那个电剪都可以，就是快速电剪比较快速。哦、我知道，就是你梳这边，然后留一个就是长度，對然后就直接撸过去，像设计师一样，就是有没有加一个长度，哦、然后撸过去。啊，会不会很难啊？其实要看个人技术。我个人应该是用剪刀剪一剪。但这很方便，因为就像你说的，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去找设计师、啊、自己在家自己 DIY。 而且充电式的好处就是你充饱电呢，就是可以这样子一个机子就使用，不用就牵着一条线哦，一定要在电就插头旁边这样子。对，那也要详细介绍吗？是也是不用啦。对，我们就是请小爱帮我们开箱好了。 OK， 他也要帮我们开箱。哎、欸，那我顺便录一个教学影片好了。好啊，按照这一段就给他。好啊。你要在这边录吗？你要用一个假人头吗？有需要真的剪吗？没有，还是咪咪来一下。那有点可怕，我先跟他讲一下，就是使用规则，因为我之前有跟他讲过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帮你弄那个，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后面，就是你绑起来，后面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这一半帮你撸掉。我不要，反正放下又看不到。我来讲一下，把我们家的话第一次使用呢，他这边有写说第一次使用一定要充满，就是8个小时，就是、第一次的时候。哎、欸，还有保固哦，有保固，我们都一年保固，在我们这边购买的商品，我们都一年保固。哎、欸，这是谁的便当袋啊？机身保固，我的妈！老板娘，便当袋可以先拿走吗？就是机身保固。机身保固是说这一台保固，对，这一台机身保固，就是机身如果你在使用有任何问题，就是不是人为的摔到，或者是说泡水吗？但不行，对，因为其实很多人买回去，他就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刀头脏脏了，他想要把它拆下来洗，但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客人这样做的，因为就是如果你拆下来洗，你万一你装不回去，它在使用的时候会很危险，松掉，对不对？对，松掉会很危险，所以不要拆开来洗，不要拆开来洗，那要怎么洗？就是直接用这个刷子，它附了这个刷子哦，还有附一个小刷刷，对，清一清就可以把就是小刷刷多余的杂毛，然后这样把它刷掉，对，刷掉就可以了，刷掉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盒就是电剪里面都有附一罐这个叫做增车油，对对对，增车油、哦、一般就五金行就是可以买得到增车油，嗯，那里面都会附一小罐。那怎么使用呢？就是在每一次使用之前，先上油，在这个点一二三三下、哦、然后先开机，让这个刀头转一下，对，先跑个大概一分钟，30秒到1分钟，然后每一次使用之前都要点哦。对，然后就是用完之后用刷子把那个多余的杂毛刷干净，千万不要就是整个刀头拆下来洗，这样子。所以它刀头也是可以拆得下来，可以拆得下来，只是因为你怕你装不好，所以建议不要自己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会拆刀头的状况是只有维修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刀头已经钝掉了，会要换了，对，要换了，可以再给我们单购这个刀头啊、哦。所以刀头其实它算是消耗性的，所以它是可以换的，但是你没有要。把它丢掉之前不要把它拆下来，对，就平常不要就是乱拆下来这样哦。Oh. 然后它这款呢很特别，它有附3个分套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分套哦，我知道这是不是比如说你要留多长，对对 对, 對，狗的也是这样，狗的也是这样。那它这你要三分头就用三分头的，那它这五分头就用五分头。它这种很特别，是它双面的，就是这个跟这个是不同的尺寸、oh. 就这一面跟那、啊、它有写吗？有啊、哦、有这里有写18、15跟18，对，然后就看你要多大的尺寸。那这个那个使用方式很简单，就是这里有看到两个凹槽，有没有？对，卡上去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好防呆，卡上去，往前卡这样，往上卡，还是上面啊？这里吧，往这边吧，就这样。如果要使用这个的话，是吗？从上面卡吧，这样吧。我竟然要撸哎，撸吗？糟糕 ，NG，NG， NG 这样哦，它就是有个小卡榫，就是刚刚那个凹槽，就是这个凹槽的地方要对那个机身的凹槽的地方。我来卡看看 ，OK， 就是一般人可不可以卡的？一般人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不用这样，对，就是、直接这样卡上去，有吗？它就是有个卡榫、哦，这边哦，就卡上去，好，很简单吧？很简单哦、嗯，就是这样卡上去，
就卡上去了，很简单哦。而且它这边也有写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有没有18mm是一个箭头上，对，然后这里是15mm 上，15就是比较短的，对，所以这边就是18、嗯、这边就是15。哎，所以三个的话总共就有6个尺寸，对，6个尺寸，然后你就是想要哪边，对，比如说这是我想要18在上，我就18朝上、嗯、然后这样子给它扣下去，这样扣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，然后就对哦。所以另外两个我看一下，另外两个我们就这样子把小爱直接这样拆开箱，他应该没介意吧。9的跟12的，9、12，然后还有哎、欸、好多尺寸哦，很多尺寸啊。这是更短的，更短的，没错，3跟6的，3跟6，3是不是就3分头？3分头，对，3、6、9、12、15、18，没错，都是3的倍数。99乘法表啊，3 1 3 3 2 6 3 3得9 3 4 12 3 5 15、欸、有15的、哦、有15 3 6 18到6而已，好不好？对啊，6 18 6种尺寸，六种尺寸。哇、欸、那这样子一台多少钱？非常便宜，我们现在就是开幕特价，原价是1890，现在特价1590，直接折300，折300，这是我们开幕才有，直接折300，开幕也是一个月吗？一个月，为期一个月。糟糕，我这影片会不会剪出来都已经超过一个月？大家想要来就已经，哎、欸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所以你要努力。没有，回去不剪啊，直接整段放上去，然后也不开美机，三个人一起崩溃。你的手工，你就手工马到尾就好了。对，没有马。马完马完一个月都过了。那、啊、另外这是什么啊、哦？还有这个充电器，充电器还没讲。充电器是110V 的吧？不要插到1120的、哦，会爆掉哦。这应该是基本的 common sense 哈。对， common sense。好，就这样。不知道怎么收，很不会收这种东西、哦。我们就是他在现场客人来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亲自帮他做测试，确认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机子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小爱，我帮你拆开喽，帮你测试，我们有录影为证。对，就测试，就是每个客人到店对，毕竟有保固的时候。就像我们去那种大卖场，他也是会就是现场拆给你看，没错，吹风机也会现场插电，那个电灯泡也会现场插电，让你知道说这是有电的，真没有坏掉哦。没错，好，来我打开咯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了嘛？所以它里面本来有一点点电嘛，有一点点电。好好好，对，然后我刚刚说了嘛，开之前要点3下油，对，所以我现在也会帮你先点，但是我不会点太多，因为就是还没有要让它整个油油的这样，嗯，嘿，对，你让它跑一下。欸、那在用的时候啊，是不是点3下这样？头发要先用湿啊，其实微湿就可以了，就比较好塑形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比较不会乱乱的，比较不会乱乱的，而且比较好抓。好，要开咯。哦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对，有没有？它的油就会在上面就润滑，因为它其实是左右上下两个刀片左右去摩擦，嗯，去剪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油的话，这个刀片很容易就会受损。哦，对。这也是一个保养的小技巧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开机，然后撸完之后，然后呢用这个小刷子刷一刷，把多余的杂毛刷掉，然后就可以收起来了，或是充电。哦，对，充电。下次使用，对。可是那充饱一次，比如说充8个小时，它可以嘟这样开多久？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这边有写。哦，这边有写。嘿，这边。哦、1 hour charging。对。哦，你只要充饱就可以滋到1个小时。可是因为可能离完一颗头不用1个小时。不用。但是我们这个1个小时已经算是长效型的了。对，因为有一些可能你10分钟、15分钟就没了。这边的客人已经在购物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把一排买完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买什么？我买这双眼贴。因为我妹说很便宜。很便宜啊。对，我刚刚传讯息给她，是不是比较便宜？那如果我要很便宜，我要3个，直接扫光，不然我买5个好了。这个有5个吗？感谢，没有，抱歉。我再补给你，我可以再补给你。你直接寄到他家就好啦。好，要运费吧？满多少不用运费？是隔壁吗？不是在隔壁吗？对啊，在哪？骑机车去哪？那我们有没有邮购的服务？邮购目前还没有，因为实在是业务繁忙，刚开幕而已，之后刚开幕。对，大家不要看一楼就是这样哦，其实它还有2楼。